浊的气候，大乾坤有病，人的身体呢也很难健康，所以要个健康幸福的生活，要虔诚祈求天下四大调和啦，大乾坤的平安才是人类的平安幸福啊。佛法一直在提醒人类无常，无常，我们呢要时时提高警觉，要戒慎虔诚，唯有戒慎虔诚啊，才能保持大小乾坤的平安。最近一直说一定要相信，不能不相信，天地告急了，四大不调，警告人间啊，要有警觉性。所以呢，灾难临头，我们的警觉也要抬头啊。因缘果报也是我常常要说，怕大家不能理解，怕大家呢不肯信受，所以啊，我就一再一而再提起无常，因为呢，无常显示了苦空，无常苦空啊，而且我们法用法来解说苦空，是天下人间的真谛，真谛是看不到啊，也是摸不着，尽管世俱轮转，但是我们也不知觉，那就是因为时间，时间分秒过，所以累积了时间呐，就有四季的合成，四季的合成就有了佛法的深奥，没有人间呐这样的轮回苦相呐，世间不需要佛法，所以天堂没有佛法听，人间因为有苦，苦乐参半，所以佛陀来人间说法，所以天堂地狱都没有佛法。天堂享受的，他没有觉悟的机会；地狱呢，太苦啦，没有因缘接触佛法，所以人间啊，有苦有乐，所以苦乐参半。人间就是五气杂之地，人间可以听闻身体力行，在人间成菩萨，因为呢菩萨的对象就是苦难众生，苦难众生呢也是示现了许多的业力。我最近常常说要感恩哦，感恩我们的生命，
我们这一生的生命向了善道，走在菩萨道上啊，哪里有苦，哪里有灾，发挥无言大慈，看看这一群菩萨，为了这样的家庭，不畏惧呢环境之长，不畏惧了人身体的不净，他都要把它清理的干净，那一个家灰烟灰顾，我们还是呢这样不放弃，爱啊展示人间，这就是典范，这就是菩萨呢最典型的人间菩萨，实在是天天呐、啊，要说感恩说不完，要尊重的人呐、啊，真正的比比皆是。现在在我面前，现在呢，连现在每个地方的菩萨，都是展现了那一份神通广大，神，那就是精神的力量。那不管到哪里去，都会发挥出了人间菩萨，救把众生苦。这些叫我肝胆呐，我们呢在地藏经里啦，我们就可以看见呐、啊、地藏菩萨的大愿，发大心啊，立大愿呐、啊，不为自己求安乐啊，但愿众生得离苦。这就是地藏菩萨不畏惧了地狱之苦，他总是呢带着使命，佛陀呢要净化人间，教育人间呐、啊，这样的使命，他频频到了地狱去，回人间呐、啊、闻佛法。到地狱呢去救拔苦难，所以佛陀在讲地藏经啊和那一段时间很有警惕性。当然大家都知道地藏菩萨是孝，为了救母，所以他累世啊来报父母恩，都是经典里面啊好几段的孝，行孝菩萨道，这跟地藏菩萨都是世世生生都有关呐、啊，这就是地藏菩萨为度众生显示了行孝行善，因为孝道了，所以发愿行善入人间啊度众生，不怕自己受苦，但是呢愿意了来回人间地狱，为的就是救度众生。是啊，地狱苦是众生的定业，已经呢接受到了因缘呐，极恶大恶，他就要堕落地狱，受尽呐折腾苦难。人间呢就是有机会有喘息，
可以呢有人间的话可听，可以呢有善的方向可选择，这都是人间能求法成佛道的一个大道场。所以我们呢要好好的好好的把握人生啊，人生难得，我们这个身体很难得，无聊有了这样的身体，我们才能呢真正的入人群去救众生。